画面中可以看到失事现场的飞机残骸令人触目惊心。相关人员表示，机上载有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。这一架飞机起飞不到10分钟就在雷达上消失，随后有民众通报在莫斯科东南方地区发现飞机坠毁。目击者说，飞机还在空中时就已经起火了。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也证实了失事的消息，针对航空公司要展开调查。